这你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一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出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在，所以我坚信一说的是对。你为什么没有在撒谎呢？有可能，但我能判断他肯定是说的对，因为没有人说一。如果我证明郑恺是好人，我等于是自杀嘛。就是你听得懂吗？如果我还听不懂，如果我我可听不懂你们人话。你听我说，如果我说郑恺是好人，我不就等于自杀了吗？哦，对吧？你说什么？明白，对吧？如果我证明郑恺是好人，我等于是自杀嘛？因为如果我是坏人，我肯定会把郑恺推出去。我说他也是一号也拿走了。不，你这个发言在我这儿不做，真的，你的发言在我这儿不做。我能理解他说的，他分析的是对的。